草本纹身贴使用说明，你没有看错，收到是这样的，纹身需要24到72小时才能长出来，开塑料薄膜。反过来，有胶的这一面贴在皮肤上，完全沾水打湿，按压一下，让图案能够贴紧皮肤。沾水打湿后，大概20到30秒，可以慢慢揭开底纸，看一下图案是否贴皮肤上了，确认贴上了再完全揭开。一开始是没有颜色的，亮亮的是染色层。贴好2个小时内尽量不要碰水哦，图案更持久。2个小时后可以碰水了，沐浴液尽量不要接触。几个小时以后开始出现淡淡的印子，10几个小时以后，1天多以后颜色更深了。没有显色前尽量避免摩擦纹身贴，才能拥有一个完美的纹身哦。2天到3天最终显色的效果，肤质不一样显色速度也会不一样，显色大概需要24到72小时。加速显色小技巧，1天以后显色慢的可以用保鲜膜包裹1到3小时，里面放一张不容易撕碎的纸巾，中途不能出汗，一旦出汗立刻拆除，否则会晕染。前3天晚上睡觉穿上长袖遮盖贴纹身的位置，避免染色其他皮肤，不想第2天起来脸上多个纹身，一定要听话。第一次建议贴一个小图掌握以后再贴大图，因为真的搓不掉呀。贴纹身的部位不要长时间接触其他皮肤，否则会转印。祝大家有个完美的纹身。